Hi, my name is Kai Won。我们来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吧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顺利毕业了。业证书。想说你没有重要，那个柜台那个有人，柜台在颁发毕业证书的时候，那个柜台在颁发毕业证书的老师有特别说，那个柜台在颁发毕业证书的老师有特别说上面有重要的资料，所以我们就让大家稍微模糊一点，你看，反正大家也看得到那是毕业证书啦。好，那顺利毕业了。那接下来就是在算是等当兵，因为当兵我根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。他只有写9到明年2月，这中间这其实区间还蛮宽的，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当兵。那他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当兵啦。那现在从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当兵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当兵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当兵了。那当兵他是写说，从9月到明年2月这个区间其实还蛮宽的，就这个区间就是有可能你就要去当兵，但是这个区间有点宽，所以很难去排很多的事情，像是很多拍摄，我就是因为。这个奇怪的区间，我就是不确定当兵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是我都把它取消掉了。就只要在这个区间的，我就如果有人要找我拍摄，我全部都取消。就是我说，我要当兵，我们没有要拍摄这样子，所以就很可惜啦。就是有很多很酷的机会，就直接把它拒绝掉。